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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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掉到直升机里了。你在做什么啦？干嘛呢？还谁？我上不去了。你就读完再进来吧，我们没办法帮你啊。起来，起来！吓死我了！你还吸蓝哦？那个门突然弹出来。所以要怎么进这个门？是打开了。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啊！自动门哎，帅气，好酷哦！你的感应装置在哪里？我找一下。哦，这个放哦，它放这个可以打开啦。如果从里面进来的话，好，压着拉打开，压着。那我们之后这边要记住它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这里，好棒！哎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信标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到没有洞，我们到那个上面再做啊，到上面再做。这边没用。等一下，这个洞让我觉得害怕。我也害怕，不要怕，又卡了，感觉又是要打完的东西。不是，我觉得等下过去如果有卡，没有卡，没有卡，最怕的是卡，最怕的是没有卡。哦，这里很危险。什么？这里是不是有看过啊？这边我没看过啊，没印象。天花板头顶的地方感觉很似曾相识，是头顶而已，但是这个路这边没印象。你不先过去吗？没有过来。然后地上有东西耶，你有没有捡啊，哈基？哎，地上是玩具耶，当的头哎，玩具的头，哎，推一点，你捡了吗？啊，八哥，我捡到无敌铁金刚脚哎，我是捡到脚，你怎么捡到头？哦，脚了，哦，原来我以为他是头啊，这个是不是哈基他们刚走过来，然后回不去那边了？是吗？不是吧？没有独木桥？是吗？不是，没有，不是，哦。所以这下面，你们要走左边，右边有下去的地方哎。这边有门哎，那这里还有门，这里还有门。我想要下面有东西，我想要下去看一下。里面吗？你们要先就这样越过下面了吗？还是再去看一下吗？下去看一下，下面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么先下去看一下。芝麻关门，怎么了？里面是什么？里面很多野人，走过来了啊！是要把它当下一餐的备用粮食咯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嗨，他没有追过来。你的脸看起来都好恐怖。我也下去了。武器叫不出来。我的粮食，我的备用粮食，给我。武器叫不出来。我掉到水里。给我。你是不是你身上扛着尸体呀？你扛着一个 dead body 啊？啊！什么刀？真的？为什么底下红红的？底下亮亮的。对啊，我在一打三吗？看不出来，没有错。这底下没东西吗？这是岩浆吗？还是什么？其实我原本以为这底下没有水，居然有水。那，我是到哪来的？自己准备自己备用粮食哦。自己准备自己备用粮食哦。我两只脚这边亮亮的，好神奇哦。我脚拿满了。偷走。走。好暗，你的脚立起来了，好猛哦！哎呦，你们靠好近，好恐怖！说呢？你太恐怖！不是你们头都是那个骷髅，那个看起来……那边都是水啊，好像没有一个可以上岸的地方。OK， 好，我们会仔细留意乘客的尸体的。对，潜水装可能在这里这附近哦，这几个洞穴里面哦，走了，慢慢找。走了，来了。那我们从这边下去好了。从另外，你们从另外一边下去看一下。对啊，这边的是没有啦。这边好像这边就是水。对，不知道下面那边有是不是水。这水听起来好好喝。你说那种山泉水吗？对啊，这声音很好听诶。然后你下去把血洗干净了，里面都是血。对。好，我冷到了。我也冷了。喂，跳水喽。这边感觉。感觉没什么东西，没有东西耶。嗯，好吧，那上去吧。我也冷了。这被我吓到。对。抱歉。冷了，该点火了。有，我跟杰克这边点火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好，我烤好了。那冷到痛哎。太冷了。在哪里？那个桥对面过去那边。
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没看到什么东西耶？没有啊。对啊，那就往前走吧，烤完火就可以往前走了。刚刚离开之前，我们在围炉，回来了，我们还在围炉。等一下，这里好像有一个地方。哦，不是，这只流水下啦。没有火吗？在左边。好冷，好冷。在哈基那边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！我快跑上去，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哎、欸，杰克，我们变金士曼嘞、欸！金士曼拿那个，你穿那个，对啊，我们穿西装拿武士刀，好冷啊！火在哪？冷啊！我听到下一扇门好像有怪怪的东西。前面怎么冲到前面、啊？没有啊，我在下一扇在门之间啦、啊，没有往前冲。繁星就是标准的恐怖的人。真的，他全身都是那个皮。对啊，超可怕。没被砍过吗？你那个皮穿了几层啊？一二三四五，感觉有大王之类的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我之前有捡到的，我套上去，他直接就只有三个啊？超奇怪。你是不是被打掉了、啊？被打掉 了吧？嗯，哦，对啊。耐久度打完他就掉了、啊。那穿上去怎么把它脱下来、啊？哦吼！又、哦、你没有的，你又可以穿了，又可以穿了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止一只哎、欸，我觉得不止一只呢、欸，的样子哎，对啊，这声音，你愿意要过来点啊？你问他们后面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来第二只来了，第二只我要来了，第二只，我再丢一只，第四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捡他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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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没东西，没了，救援，救援，救我，我在砍。救一下！我救了！第二次，继续。点头。好了，快！我他倒了，为什么飞起来？倒了！我屁事哦！哎，那个嘞，怎么把那个原本你穿在身上脱下来？好像不行脱、欸，好像不能脱啊！我被打掉一层了。我也被打掉一层。没关系，打两只。啊！我的手臂的没了。哦，有了！哦，我懂他意思，你好丑。你好丑，全身都好丑、哦。叠一下。哦，这边其实旁边都有放石头，哎，还蛮佛心的。是神木吗？那是神木的意思吗？对不起，什么神木？这上面好恶心哦。这是石柱吧？上面中午石啊，那些什么恶心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有光哎、欸，到处都有光。好恶心哦！你看哇，这边可以爬哎、欸哦，这边可以爬哎、欸。耳爆、啊。可是这好是好像排泄物、欸。野人储藏食物的地方。对。嗯。这边是拉屎。这边有衣服，这边又是什么衣服？我比较喜欢这个。里面有没有东西、啊？黑色牛仔裤。哎、欸，这里有洞。我把空姐的丢下。哎、欸，我从这边透过他捡到照片啦！太会捡了吧、啊！这里可以穿的洞。好像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是。那个某种综艺节目会那个伸手进去摸东西啊，摸到一个东西，下香，怎么？对，下香，最香。在哪里？我来了，捡到了。我们这边，这是哪个地方、啊？哎呦，摸到了。这里是可以炸开的吗？还是就真的是这样？那个没有那个啊。那不能炸。所以就真的只是拿了一个洞、真的是这样子拿的。拿藏宝图的。太霸气了。酷。所以真没有了吗？然后往空梯洗一洗，所以我们是要往，所以攀岩了吗？洗一洗，对啊，是要攀岩了吗？不是啊，这个岩，那个岩是往下的，可是就有什么往，有什么地方可以往？没有啊，这个这边没东西，这边没东西，那边不是没东西吗？什么？他听你说什么？这好像可以游过去哎，你试试看，我怕我掉下去还是？等一下，那我们那边做帐篷，先存档，再睡一下。先存档，这太危险了。来，我做。我们树叶很多吗？树叶，我还有116个。我树叶很多。树叶有专攻。先存档。超怕。存，你存。我们存了。哎，那个杰瑞还没存。来了。好，存了之后可以游过去了。啊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没有啦。好窄哦、喔。看错。太暗了。他潜不下去。哦，没办法，下不去。这是在哪边啊？哎、欸，应该有路吧？应该有路吧？还有个光哎、欸，这边还有光哎、欸，这是刚刚在守的地方啊。这
所以难道说，哪里啊？没有，没东西。这边有炸药被炸吗？也没有啊。可是没有看到图案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奇怪、欸，不是说要跟着门吗？嗯。因为感觉这个是可以炸的东西、啊。有声音哎。可他没有那个。我们会不会是走反向了、啊？可是他门就是一路这样走过来啊，还是门就是这么多？还是说门其实是从这边走出去才对？到小雨要不要来烤火？所以应该会有入口啊。那这样的话应该会有入口啊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洞口是从上面跳下来的，可是都没有啊。或是我们拿这里照片的地方，他踩到火了。哦，踩到火了。我看到火人非常厉害，会看到火人。还是哈基，你现在多少炸药？炸药，你两边的那个剩一个哦。其实我在想，我们哦，哎、欸，真的炸药是不是要从对面那边炸、啊？有可能哦，嗯，炸过来。哈基，你把走错边看看，啊，不是，那这样我们要怎么离开啊？哈基，你把丢进去看看。啊，丢进那个洞，对，丢进那个洞。对对对，就往那边丢，看看，往那个地，往里面的地板上丢。你刚刚用炸药是直接丢在附近就会炸开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那你可以试试看。这边有那个、哦，不要忘记点哦。因为他说不定是从那边才可以那个，才会有图示，才有图示。我直接丢在这个洞的正上面，还是丢过去？丢正上面好，丢正上面。嗯，丢洞那个附近就好了。我看到你自爆啊！东西，当自爆兵，自爆就独挡。C 吗？那个吗？对吗 ？CC 按不了哎、欸，这没看到一个可以按的东西，就按不了。有东西他一定要按，他一定要按才能丢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是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走，退。没有，这是这一面，没看，对，没有，哇，没了，还是这里。可是现在没炸药了，除非独打。我。你炸药是用什么电路板那些做的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原本捡到的。不然团团你还有办法做另外？我是可以做啦，头颅炸弹吗？不是啊，电路板可以做那个啊，炸药啊。我看一下我能不能。还有手表跟酒，那些可以，还有胶带，对吧？这右边是电路板。我在你们刚刚那炸洞的那个石头的样子是长现在这样子吗？不是，就是哈基那个这种骨质炸药管子的那种。会有一个标示，可是这附近都没有。对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你们过来我这边，你们过来我这边。那边有啊，这里有个很像你们很像刚刚那炸的那个石头的样子啊。不是样子，可是它会有一个可以有炸药图示，白色的图示啊。会白色图示是因为当我在想会不会是从对面炸才对，不是我们这边放的，我们反了。因为正常来讲是从上面走、这样走过来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反方向走回去。我们是跳下来的，对，嗯、不一样。可是它。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、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可能他的出发的开关只能从对面那边放，这样我们也太衰了吧？你就只能试看看吧，独挡啊，独挡看看。团团，你不是还有炸弹吗？先丢看看这个能不能？我左下角。对啊，都不能再独挡，也不会耗材料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我有一个炸药哎、欸。啊，那你丢，那我要上去。没有看到，我要丢。这个一定要爬，这個、一定要爬的，一定要攀的。那你就下去、啊。要把它丢下去，是不是？丢到那个墙壁那边，缝外面吗？